除了台风不断在这高雄市区大雨狂炸，在这个高雄古山的瑞丰夜市，这里也传出灾情了。可以看到呢，瑞丰夜市周边呢已经出现了积水情况，水淹呢最深地方呢是高达了半个轮胎高了。而可以看到夜市摊贩这边呢，原本固定的摊位呢，也因为强风，许多帆布被吹起来，甚至有摊贩呢是整个都已经倒下去了。因此呢，在这个强风来袭的状况之下呢，就有摊贩担心这个摊位受损，赶紧跑来想要守住呢身材器具，要进行相关的抢救。高雄气象站也发布了这个大雷雨特报，风势跟雨势都非常的大，路树呢也都被连根拔起。另外在旁边的这个水呢更是淹到了这个骑楼底下，而临近的住宅区大楼社区住户也全都跑出来赶紧堆沙包，因为就怕这个水呢会淹过这个骑楼冲进家园。